徐总调整的招飞计划，批准5%的女飞招收比例。哇，太好了！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。还有个消息。什么？哎呀，你倒是说呀。嗯，我复职了。真的？看来我今天带的东西。 我的预感真准，那你是不是得请我吃顿饭呀？改天我请你跟宋宋一块吃个饭。择日不如撞日，就今天晚上，今天宋宋也不废。今晚你能不能有点诚意啊？你的稿子是我熬夜写的。你挑个餐厅吧。那我要最好的、最贵的。好，给。 下班后递库件，我来通知宋宋。到了。哎，等等，这是最好最贵的。对啊。这。 今儿运气太好了，还有空位。哎呀，这家店对于刚入行的时候的我来讲，那就是最好、最贵的。我刚进货运部的时候，那会儿每次飞回来，差不多都得凌晨了，在国外吃的乱七八糟的，所以飞回来第一顿一定要喝粥，这样我胃里才舒服。你别看这环境一般，但是他们的食材可新鲜了。 而且他们的调味酱料都很讲究的，这可是我心中的满汉全席。帅哥美女晚上好，欢迎光临。你不是小陈呐？是我，好久没见你过来呀。这个是男朋友。啊，我是他教员。你是教开飞机的？对啊。哎呦，那厉害呀、啊，厉害厉害！ 你呀，人长得帅，拥有真本事。那是，我们领导可受女生喜欢了。是吗？那那个，要不我们先点菜好了。我们这是10年一贯季。啊，都没变啊。那我不看了。那我要2人份的海鲜粥，还有白灼芥蓝。哦，我可以再点一份香辣蟹吗？点呗。好，再喝点什么？哦，我们带了，老板，谢谢。随意。你忙，你忙，你忙。好。 先摇一摇，这一摇塞子会崩出来，会有危险。这有什么危险的？这就得使劲摇，嘣一下出来，那才带劲呢！摇摇摇！使劲摇，使劲！哦！哦哦 我自己来吧，我自己来。来吧，庆祝我们顾教员的宏图伟业实现了，一点点。 我一会儿还要开车，你喝吧。哎，你找代驾不就得了吗？
好细学一下。我欣赏他的才能，更欣赏他的勇气、热忱和对这份职业的坚持。谢谢。你头发。嗯。帮我把这个摘下来一下呗。哎，干人来啦！来，好嘞！我跟你说哈，淋点这个酱油，轻度痒痒。老板有没有湿纸巾？有。哎呀！刚用完，不好意思。啊，那……哎呀，算领导啊，你就帮女孩子扎个辫子啊。没事没事，我小心点就好了。可以吗？谢谢。那个，你好。我跟我的朋友们玩真心话大冒险输了，能要一下你的微信吗？哎，哎呀，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不希望我男朋友加别人微信。要不你加我？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说谁呢？给你们，别动，别动，看着怎么？你看那个女的，人家有女朋友，那是他女朋友。说谎了，怎么着？我是误解你的意思啦？你想要给他们微信？不是那个意思，不是。哎，我们也来玩一局真心话大冒险吧，猜拳怎么样？不，别闹！你输了，大冒险。这样吧，吃个小辣蟹。来来来，吃一个，吃一个。我自己吃，我自己吃。
啊，不能用筷子，用手。用手啃着得劲儿。怎么的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你就是平时吃少了，你再吃一点。我不吃了，不吃了。再吃一个。我不吃了，太辣了，我不吃了。不，你这你输了，你必须吃。吃三个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不能再多了，不能再多了，就这么多。我要喝点水。没有。